好，大家过年可以试试手气哦。台湾彩券昨天宣布春典彩券加码方案，从除夕1月30号到大年初五2月4号，一连6天都开大乐透，而且保证啊头奖奖金1亿元起跳。其中除夕到初二开奖的大乐透，还加开100组100万元的春节大红包，合计3天开出300组奖项。另外啊，初七2月6号的威力彩头奖加码2亿元，冰果也有加码，加码期间从除夕开始到2月12号为止，估计一连14天，一共加码金额是1亿元。年过变过，抢夺变少，穿红包，今麦过年无同款哦。找来后脚想起搞笑拍广告，农历春节即将到来，台湾彩券也宣布多项加码活动，要来喜迎金马年。威力彩啊，是在初七的时候有个威力彩，那是2亿，所以这个比以前的话更密集。我们希望鼓励大家一起来买彩券做公益积功德。台湾彩券宣布大乐透从除夕到初五共6天天天开奖，除夕初一初二连3天每天各加开100组100万元春节大红包，初五开奖的大乐透头奖也加码1亿元，而除夕开奖的威力彩头奖加码2亿元。 Bingo 也从除夕开始连14天推出加码活动，奖金加码1亿元，而元旦开卖的刮刮乐最高彩金2600万，最近买气也大旺，尤其是2000块的这个刮刮乐，在还没有上市之前啊，那就事先跟我们经销商预约。那我们明天也有一个1000块大吉利的这个产品上市，那这个奖金也是高达1200万，那它的中奖率是高达72%。刮刮乐大受欢迎，台彩1月9号也将推出6期新款，总奖金74亿元，要让经销商到农历过年前补足数量。这次金马年台彩总计加码7亿元，要民众过年也试试手气，拿个大红包。 UDN TV 韩英台北报道。